乡亲啊，咱寒天伫食的烧仙草是黑色的，其实伊所开的花是白色甲叫我是烧插杂的。桃园的油门有仙草花在当日展出，五公顷的花海看着真好。惊大风吹，又过来又过去，加些惨白色，伫关关的所在看落去，这花海非常壮观。不过你可能唔知影，这就是咱经常咧啉的仙草。仙草花是愈靓愈开花，边啊这写八门情，也佮有这纯白的卫兵，互人好亲像伫咧动物的世界里。网络上看到的就还蛮疗愈的、啊，很漂亮。来看看，那自己现场看一下，还蛮疗愈。大人感觉真满意，小朋友嘛赶紧用手机啊记录这美丽一瞬间。去年的仙草花海非常红，今年扩大面积到五公顷，要让民众设一个教会。而且所种的仙草品种都是桃园在地芳华二号，花期有一个月，还佫有闻到香味。来这个所在买当赏花，农会毛带来真侪仙草相关的饮品佮茶包。仙草花节活动剩一礼拜外，到这12月初八，想要体验浪漫的花海的民众，下手。就得爱劲。